天气热，真侪人爱到游泳池来耍水。家己市新庄协会伫今仔日特别为新心障碍者安排伫威士登游泳池举办体验营，因为新庄朋友无真侪机会来游泳，经由教练顺手教导之下，亲自练习游泳，欢喜的心情拢写伫个面上。一拍空四年，打造运动岛计划，嘉义市身心障碍运动会以及运动体验营，由嘉义市身心障碍协会伫威士登游泳池举办游泳体验营。理事长蔡群忠表示，真侪新众朋友无机会到游泳池来，即次大家结伴旅行，由教练来教大家游泳的技巧，体会潜水的安全。干嘛落水吼？到我办的迄个真正真游泳体验营吼，打造运动岛吼，和遐个囡仔遐个会当遐个真正的部分吼，真正障碍部分来落水来去正好接近水，和因体会水吼，较袂危险吼。干只一个一个凶的训练教练吼，聘请教练来带导。伫教练指导热身运动了后，新众朋友结伴手牵手，期待进入游泳体验。网友感谢协会提供这个新的体验。哦，办这活动真足好，大家佚佗啊足欢喜，吼，会当一寡肾脏做出来安尼，肾较足欢喜，还佫上面会当有收水，会当有一寡正当的休闲，大家拢足欢喜。哦，啊，至少大家拢行会出来，啊，非常感谢。新众朋友有地数的进入游泳池，嘉义市威士登游泳池资深教练由拍水开始指导这群朋友。身心障碍的朋友大概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安全，然后让他们认识整个游泳的那个体验游泳的快乐，然后在水里面的话应该要怎么做。在教练顺手教导之下，潜水练习游泳，一块开怀心情都表现在面上。理事长蔡群忠表示，游泳除了会当给身心障碍朋友潜水机会以外，更会当学习到安全游泳技巧。感谢支持活动的打造运动岛计划，看到大家笑容，特别感觉温馨。最新新闻，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